天地二子，圣剑门与你们有什么冤仇？我们老哥俩奉命行事，不管什么冤仇。奉命，是不是奉了兴安的命令？你不必问。 二位老前辈，当年名震武林，如果要是受了兴安的摆布，那李师娘，我兄弟二人当年就看不惯你们圣剑门。老实告诉你，我们什么都不管，就管闲事。<笑>师娘，跟他们没有什么好讲的，他们两个人甘心情愿受人利用，我们圣剑门还抵挡得了？ 抵挡老夫！走吧，好。李师娘，老夫兄弟要毁掉我7月15武林大会。 现在饶你一次，改日再见，请。二师兄，天地二嫂怎么会走了呢？我看他们呢，不过就是来试试威，嘿，表示替武都门做了事情。师娘，7月15就快到了，依我看。 他们就算是兴安的人，也是希望我们在武林大会的时候替他们把五毒尊者给除掉，这样兴安就少了一个阻碍。嘿嘿，他们师徒两个真是各怀鬼胎，但是我们要加倍的小心。师娘，依我看，这海婆婆跟魏老元的伤并不太重啊。这两个老东西出手很奇怪。进去休息吧。二师兄，现在我们要集中人力。是。 追烟霞宫的姑娘，追到哪儿去了？唐飞。 唐飞，奇怪，唐公子，唐公子，奇怪，唐公子受那么一点毒藤化积血，被女已经及时救治，外伤早已经好了。 也给他服了散毒药丸，为什么还昏迷不醒呢？他会不会有什么意外？不应该有什么意外。小姐，会不会是伤了他的心？不许胡说！是，当初他伤了别人的心，现在。 也应该让他受点苦。这也不能怪悲女，他们也是为了保护我才下手的，怪就怪我，折磨他太厉害了。我不能任他折磨，谁服是他伤掌之地。 我要步步为营，不能大意。除非有机会可以离开水府。甜甜，飞女在，准备好船只。
我爹一回水府，我们就去一趟中原。小姐，昨天您吩咐我早已准备好了，早就想跟小姐出去开开眼界。甜甜，哎，唐飞，你老是这样，变成你折磨我了。这个水楠楠到底想些什么？不管他，就接他的船医用吧。其实他归心似箭，我只好替他准备这条船。不过我没想到他走这么快。小姐，你有意放他走？嗯。他喜欢的是楠梦，我留下他又有什么用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小姐是想杀他替表小姐报仇，可是现在嘛，又下不了手，是不是？不许胡说！备船，我们也走。是。钱二虎，你确实有把握，知道西凉船舶的金印。已经失踪了，不在卢广之手。是的。好，这趟中原之行干得好，干得漂亮，郎主垂爱。西凉的金印落在我叔叔五都尊者之手，金印一日找不回来，我的心中一日不安。这回虽然没有把金印拿回来，是带来的子凤，我倒没有想到。只要是金印不在卢广之手，我就不必怕在妖侠本王了。启禀郎主，据属下知道，子凤跟公孙勇的感情不错，而且公孙勇又是五毒尊者的魔剑传人。以属下看，我们以子凤作为人质。那样的话，哪怕公孙勇不替郎主把金印找回来，子凤，你真的喜欢公孙勇？哼，公孙勇会来救我回去的。公孙勇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侵入我西凉。启禀郎主，公孙勇确实是追来的。土司，莫将在，你严守边界，不准公孙勇侵入西凉。是。还有，请告诉公孙勇，他
想救回子凤，要拿金印来换，否则的话，哼，要拿子凤的性命去向卢广去换了。是。二虎，在，把我压下去，好好的看管。你要知道，他对本王是很重要的哟。哎，是。没办法救回子凤了，纵然拼死闯入坨坨的王府，又有什么用呢？站开！寇存勇，你听着，奉狼主之命，让你转告五毒尊者，想要回子凤的话可以，但是要拿西凉的金银来换，否则的话，狼主就要发兵了。你们走着瞧。沿途被杀的危险，特别来传达这个消息的。这马二柱子，是，你赶快去打探下一步的情景。是。坨坨真是太不像话了，只是为了西凉金印就扣押了子凤，又有什么用的？他是在制造事端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子凤落在坨坨手中？子凤已经使人伤心透顶，他的任何下场不足惋惜。倒是坨坨兴兵作乱的事令人担忧。我们受了黄大人之托，在白石屯子开设了望天楼，其实也就是监视西凉。现在坨坨既然有不轨的行动，恐怕是要兴兵入侵中原，这件事我们要彻底查清，善加处理才对。二师兄说的对，我们要不及时处理，7月15武林大会就不能如愿，影响武林中的祥和，使国家濒于紊乱，那我们就难辞其咎了。对，大不得呀，这个仗啊，嘿，要是一打起来呀，那是保险是广赔不赚呢。各位请放心好，我师娘绝不会耽误7月15的武林大会，也不会不顾朝廷的安危。师娘，你能够想到这一层，那可以说是武林之信，朝廷之福啊。王老先生，是，这是我们应该的，我们都是朝廷的子民，再说黄大人对我们的寄望深重，我们必须要各显其力，各司其职。我师娘已经决定把坨坨兴兵入侵中原的事禀告黄大人，
用得着我们，师娘愿意放弃救寒冰穴各位老前辈的事，也要相助朝廷。对，黄大人必定有妥善的安排，我们还是听命行事。其次，还有西凉金印的事也很重要，因为谁有了它，就可以煽起战争，也可以阻止战乱。我一定要在短时期内把西凉金印找到，送给伯颜，阻止妥妥。对，我大姨哈翠仙一直藏着金印，就是因为妥妥没有金印，就不能够调动大漠群雄。瑶池仙女哈翠仙在寒冰穴把西凉金印交给我师娘，真想不到。这都是我的错，这都怪我们受了公孙勇之骗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上一次心安跟五毒尊者在酒楼相会，恐怕跟金印就有关系。后来五毒门的人都去追那个年轻的书生，可能金印就落在这个人的手中。他不是书生，是位姑娘，唐飞。唐飞，她是南海神蛟水天仇的女儿水楠楠。唐飞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小弟和水姑娘到过南海水府。哦，你说那个人就是水天仇的女儿？是的。你既然跟水兰兰到过水府，你可曾看见她藏金印的地方？师弟倒没有注意到她有金印。师弟，可能金印就落在水兰兰的手中，最好你再去一次水府，找到水兰兰，查个虚实。师弟遵办。唐飞，什么人？我是甜甜。甜甜，啊，小兄弟，我看你这桃花运呐，走不完了。这么多年轻漂亮的小姑娘指名道姓的找你，那一定是你的本钱太厚了。她为什么就不找我呢？甜甜是谁呀？她是水姑娘的贴身婢女。请你下来。不要。甜甜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有两件事要告诉你。请讲。第一件事，是我们小姐到中原来了。继续问。甜甜，你们小姐现在在哪里？不要问，你跟我去就是了。那你还有什么事？第二件事，小姐请你帮忙。唐飞能力所及，一定帮忙。我们小姐丢了件东西，希望你帮她找回来。什么东西？西凉金印。这就糟了。师弟，这件事很重要，要查问明白，问水兰兰掉在何处，一定要把她找回来。师弟遵命。救回来没有？没有。好，叫他到总堂来见我。是。孙勇为什么没把子凤救回来？老门主，子凤没救回来，又找不着金印，那该怎么办呢？
他来了再说。启禀老门主，年离部和朵斯在边界守候，不准晚辈进入西凉。哦，这事情越来越糟了，坨坨胆子也越来越大。他知道金印不在老夫手里，所以不听我的命令。回禀老门主，晚辈离开的时候，年离部曾经转达坨坨的话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可以把子凤交回，不过要老门主交出金印。老夫宁要金印，不要子凤。早知道老门主只顾自身的权位，我一定要找到金印，赎回子凤。哼，这正是我表现的好机会。金印既然在水兰兰手中，弟子愿意到水府找水兰兰取回金印，呈老门主收藏。嗯，好，好。这个金印一定要拿到。7月15武林大会马上就到了，如果各门派铲除了圣剑门，那天下武林就归老夫所统领。要是对老夫不利，老夫凭着西凉金印还可以命坨坨退位再回西凉立足。金印要是没办法找回来，那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。哼，说什么也不能让你把金印给弄到手。禀老门主，嗯，属下发现水天仇和他徒弟聚集竹林之内，不知说些什么。哦，胡娘子公孙勇喊救兵，在，赶快带人抓住水天仇。我们把水天仇抓住了，不愁水兰兰不献出金印来。是。善儿，这一路之上你好像是闷闷不乐的。徒儿只是不放心阿姨。为师已经决定回水府取些银两，整修沙家堡，等一切修缮完成。善儿，原来这就是你闷闷不乐的原因呢。水前辈，要不是我有盾牌在手，恐怕就没命了。你干嘛老跟着我们师徒？哦，奉沙前辈之名，暗地护送水前辈跟沙姑娘一程。沙一姑跟她姐姐玉环一样，还是很重感情的。水前辈能助沙家堡一臂之力就好。你放心吧，凭着我娘和我阿姨的感情，我师父对沙家堡会全力协助的。善儿，不准胡说。是。爹，师妹，你也来了。兰兰，女儿在。你为什么要用飞鱼穿波分身大法躲避我？女儿怕爹责备。哼，你私自离开水府，擅自使用我封闭40年的独门暗器，引起武林上的对为父的误以，我还不应该责备你啊。女儿领罪。兰兰，我太宠你了。好，来，见过秦壮士。水姑娘，我早就见过他了。
水姑娘认识在下。你是慎剑门的人，住在沙家堡，协助沙玉公，对不对？不错。这么说，你还是我们沙家的朋友？秦壮士。哦，水前辈。水天仇有意拜托秦壮士，把山儿带回沙家堡，不知秦壮士是否英勇？这，好吧，晚辈愿意，只要前辈放心就好。师父，徒儿不敢。什么？万流归宗，说什么敢与不敢，这叫秦壮士笑话了。上儿，离开为师以后，不要荒废了武学。去。徒儿拜别师父。晚辈告辞了，多谢。随为父回水府。这，我爹。这为什么？女儿不能走。什么？圣剑门唐飞拜见水前辈。甜甜。飞女在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，珊珊，回师父，徒儿随秦壮士回沙家堡，在前头碰到了甜甜和这位公子，徒儿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爹，是女儿叫甜甜去请唐公子来的。哦，水前辈，唐飞是圣剑门李师娘的师弟。兰儿，爹。你究竟做些什么事情啊，使得圣剑门人对你这么紧张？爹，水前辈，事关重大，水姑娘已经得到西凉金印。西凉金印？对，遗憾的是，金印得而弗失。五都门已经知道金印在水姑娘身上。以晚辈推测，他们为了讨回金印，一定会对水姑娘不利，所以晚辈愿意保护水姑娘，并竭力追回金印。兰儿，金印到底在什么地方丢的？女儿不知道。水姑娘的解释恐怕不会使五都门满意的。兰儿。为父恐怕为了你，皆要趟上这趟浑水了。有人来了。水前辈，晚辈认为不宜与五毒门冲突。秦康说的对，我们以退为进。你怕？我水天仇活在武林一生，无事不生事，有事不怕事。我一定要抓住水兰兰，抢过金印，不能让公孙勇得手。我一定要得到金印，才能够救出子凤。看样子，他们都是针对我而来，我要引他们离此地。我一定要比海秋风先下手。我一定要比公孙勇先下手。
着南海飞鱼穿波分身法跑，分头追赶。对，追走。水姑娘走了？没有。水姑娘，金印在什么地方丢的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水姑娘，请再仔细的想想。兰儿，你再好好的想一想。真的不知道，小姐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一个人可疑。谁？一个老道。你再想想看，你遇到的那个老道。太太，是不是武当门下？卑女不知道。带我去找去。水前辈，再听听，无论如何我们要把事情先弄清楚了才好下手。对，甜甜姑娘，你再仔细的说清楚一点。好，我们一路追下来找唐公子。必须把当年参与沙家堡的人约来。这件事，老门主绝不会为了我单独去设法消灭沙家的后代。哎，老门主全心全意地对付李十娘，万一在7月15日之前，沙家的后人将我们一个个先行杀害，那贫道岂不冤枉？是哪位朋友来了？是二位。清河道长，你飞鸽传书请公公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吗？请二位再等一会儿，马上还有朋友要来。好。他们这里做什么？小姐，他们鬼鬼祟祟的，反正不是什么好人。是孤老山，二位道友到。久违了，青鹤。青鹤。找我们来有什么事吗？这，青鹤，我们已经不管五毒门的事了。就因为二位不管五毒门的事，贫道才请二位来。什么事？你说吧。贫道遇见了当年沙家堡的后人。他们将贫道骗走击杀。这件事当年各位都曾经参加的，要是不求自保的话，恐怕会被他们分别杀害。在哪里？你带我们走。哼，鲨鱼谷有什么可怕？他已经，马少爷，不如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不仅是鲨鱼谷，似乎他们好像和南海水府有关。他们说我们一定是和爹喊珊珊师姐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们去看看去。当年水天仇是和沙家很好。我们来一来，可以吗？喂，你们要找的人在这儿。两个女娃，哼，现在。
走出来以后，才发现小姐的金印掉了。哦，我怎么一点都没注意到？对，那一定是落在清鹤的手中了。嗯，师父，为什么不干脆杀了清鹤？上来，我要替沙家跑，找出了真凶，叫他们一个个的靠着清鹤给引出来。好啊，清鹤竟然不肯向老门主献出金印。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水前辈，你恐吓清鹤的地方在哪里？秦壮士有什么妙计？我明白了，是不是要我们回去等他们？姑娘聪明，他们一定会去的。好，那我先去看一看。啊，江湖险诈，唐公子，我们不能不多加小心。秦兄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先回去找我师姐商量？嗯，沙姑娘引路，唐兄先行。秦壮士，老朽和你一块儿去请师娘。是，如果李师娘为沙家堡尽一份力，也可以感动沙玉姑。好吧。应声，这是我师父故意要用这种方法，使那些当年背叛武林道义的人先心生恐惧，才会说出实情。哦，师姐，到底是什么实情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沙家堡的事，师父不是告诉过你？我也不太明白，大家都是沙家堡的，为什么又要害沙家堡呢？当年沙家一心为国，可是那些武林败类受了敌人反间之计，害了沙家，这件事牵连很大。沙家堡和圣剑门都是中了诡计，五毒尊者他野心太大，如果金印一失，托托就毫无顾忌，他说不定要会用兵寇边，那就会使边塞充满战乱之苦。师姐，师兄，老前辈。
好仔细的心思。我是不得已呀。沙家过去的事情可以给我们一个警惕，敌人的手段真是阴狠之至，只要一大意就后患无穷。当年如果武林中都没有私心去协助沙家跟官家并肩抗敌的话，那就没有今天五毒门。托托这十几年在西凉新兵练武，处心积虑还不是想谋夺中原河山。要不是哈翠仙把金印带走，托托指挥不动大魔各部，战争早就起了。哎，黄晴天黄大人不是早有准备了吗？有兴安提调锦衣卫，使黄大人不能安心用兵。我要等7月15武林大会之后，我们全力铲除内奸。嗯，是。有人来了，赵倩，上来。啊，是。就是这儿。好，那我们冲进去。对，我要探访状。就是当年血洗沙家堡的凶手。这小丫头虎掉谁？长病的时候到了。是。水天朝，到底谁该死？你这话说太早了。人多势众，卷土而来，李师娘众人被陷在重重围困之中，一场生死决战势所难免。要知结果如何，敬请收看《圣剑千秋》续集。